好，今天我们开始介绍这两个字念夫，这个念念夫。好，夫爵。你如果没有看过这个病，你真的不知道他在讲什么。好，那有幸呢，我看过。好，这个人呢，但能前不能却，只能往前走不能退后。不但不能退后，还刹不住车，好，还有走走撞了墙，好，还跑了走在美国的时候走到别人邻居的院子里面去啊，摔倒，好，然后这个呢，但能前不能却，这是叫做次，好，这个字呢念串，好串串串就是。承山穴，哦，承山的地方，哦，承山穴，入两寸，就是太阳经受了伤害。所谓入两寸，我们既然要扎承山，这个小腿呢，这是腿哈。那一般呢，如果你是牛奶喝多了，这个踝就比较大，足踝裸会比较大，这是腿的肌肉。增承山的时候，手要在手底下摸了他的足的胫骨，针从这边下去，直接砸了碰到骨头，也就是说从腿背直接砸了要砸了前面的骨头。那你如果你手不在前面，你就不晓得里面针进去的方向是左右啊。好，所以我们手很天然的这个上帝给我们的这个能力哈，那手放到这边，你自然而然就会砸到这个骨头。就不会失误，一定要真到碰到骨头才可以治好它。好，太阳经受了伤害。好，有没有这种呢？有，好有。这个呢，跟这个常常同时出现。好，一般来说，你看到这个人呢，走路，你病人来找你，好，有两个人搀扶着进来，坐到你的门。那个诊疗室里面，你看他的手这样抖，他不自主的一直抖，哦，一直抖。然后呢，你把他手按到不抖，你看他的肌肉还在跳，哦，那严重的时候人身上都会晃，这个就是后面要介绍的。病人常以手指病，啊，肿痛使人身体润润者，藜芦、甘草汤主之，好，为什么这样？就抖啊。一般来说抖右手，哦，抖右手很多。那平常这个人就是手就这样子，常常会这样子。然后你跟他说不要抖，他就停下，不动。然后他过一下，他忘掉了，他又开始抖。好，那如果是Parkinson，那是你叫他不要抖，他还是照抖。这个呢，你叫他不要抖，他一专心的时候就不抖了，他一不专心的时候就开始抖。好，为什么是用这个藜芦甘草汤？这个药也不见了。这个病因呢，是痰，哦，痰饮造成的。那你们说啊，老师，痰饮我们前面有很多药啊，半夏、天南星，好，《本草经》的你《神农本草经》里面的天南星，我们的甘遂，好，这个还有这个像祛痰的这个长山苗，对不对？还有这个杏仁也可以祛痰啊，好，所以相当多的祛痰的药，皂荚。那老师为什么不用？一定要用这个藜芦，有原因的。好，因为只有这个药能够清除血脉、神经里好的痰，也就是说，这个人痰是痰饮在经络上面。在经络里面呢，你用别的药继续清不出来，好，必须要这个药，好，这个药，也就是藜芦甘草两味药而已。那一般我们遇到，只要遇到两味药的，藜芦呢都是甘草的两倍，好，大黄是甘草两倍，好，桂枝也是甘草两倍，好，半夏啊诸如此类的都是甘草两倍，那这个药就没有了，其实就是两味药。那这种病人有没有了？有，
啊，你以后你一看到，你要知道他是不是 Parkinson 很简单，病人在你面前抖啊，你说停，不要抖，他就不抖了，这就是，好，藜芦甘草糖症。那如果你叫他不要抖，他还是抖，那就不是这个处方。然后你就问他，你看他手在那边抖，哎，先生，请问你，你走路的时候是不是停不住车，是直接撞到人家家里面就摔倒？哎，你这个医生很厉害，你哪里摔对不对？好，就是藜芦甘草糖。那这个症呢，出现在这个人呢、哦，有个性，倔，好、哦，心里面很害怕，怕死。看到别人死了，自己很紧张，紧张以后慢慢日积月累以后呢，这个痰饮就跑了，痰饮呢就跑到血脉神经里面去了。所以如果回头看这个人，就是惧，好怕死，这不晓得有什么好怕死的，大家都会死，对不对？有什么好怕死的？哦，他就会惧，到头来就是这样子。好、哦，那如果说他从六十岁就开始怕死，对，到了90岁还没有死，那很痛苦啊。哦，对啊，他都抖了30年啊，吃饭然后那个筷子也飞啊，那个食物也到处飞啊，拿个汤匙就飞走，好，就是这样，好，所以要把这个药找出来，但这个药可以把这个病治好，但是没有办法把这个惧去掉，啊，经方里面呢，唯一一个能够壮胆气的药，哦，是细心，好，我找了半天只有细心，其他都没有，好。这个我会把它找出来哈，按照本草经的定义，它长得很像葱，然后上面有个白花，然后从那个这个药生了很多的毛，白毛，好，啊，过去呢有这个临床的案例，就是饥荒的时候，中国大陆以前很多饥荒哈，那饥荒的时候，那个他没有饭吃啊，没有东西吃，就把这个拿来吃，他看到路边有这个就采来吃以后吃完以后哇吐很多痰了，好。他不晓得这是什么东西，吐了痰以后，哇，身体非常好，精神非常的神清气爽。那原来这个老太太就会抖，啊，就从此就没有抖了，这个药就出来了。好，就是当年有这个案例。接着呢，我们大家来看转经，好，抽筋。这个人呢，手这个臂脚绷紧的紧的哈，脉上下行，就是抽筋啊，拉。好，这个筋会好，这个有转筋，微旋转筋入腹者，即死脉。好，这个诗呢印错了哈，应该是这个诗才对。这个即死脉呢，就从鸡大便里面找那个白白黄黄那个东西哈，我才不要吃呢，因为我有没有很好的方子？你真的不要去吃它哦。老师，我常常抽筋，我就吃那个。其实这个当年我们是这样子看，实际上现在来看就是缺钙嘛。好，就是因为鸡呢，它是多食多东西吃啊，多的时候吃的时候，有些谷类它掉到那个岩石上面，它就一吃把它沙子也吃下去，吃下去以后，鸡的胃可以磨碎以后排出来，哦，质变了，就变了，本来是很细，后来排出来变成白色，啊，白色以后就是钙在里面，好，那你可以多吃一点高钙的东西，好，还有呢，我们如果脚抽筋，好，筋挛，你们大家记得我讲的话，这都是《黄帝内经》的，好。在《本草经》有提到，哦，肝急，对不起哈，肝苦急，哦，急食肝以缓之，哦，那这一句话呢，那有用到什么程度？待会我后面还会介绍给你。哦，老师，这个是不是急很急，叫脚抽筋起来？对，如果抽筋起来的时候，你赶快去厨房泡，拿个糖放在水里面泡开来一口喝下去。那你放的是白糖就没有用啊，人工糖、精炼糖没有用，因为以前古代没有精炼糖，好、哦，现代才有。好、哦，那我们有蔗糖，所以家里面常常准备一些蔗糖或者一些好、哦、砂糖之类的，好、哦，从甘蔗里面提炼出来的。遇到抽筋的时候，泡糖、泡水、糖水喝，好、哦、就可以把筋解掉。好、哦，这个就是肝嘛，肝胃。好、哦，肝胃，好、哦，待会儿还介绍另外一个肝胃，你看它的力量到什么程度哈、哦？我们用经方呢，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处方，然后你知道它的药性，知道它处方的性以后，你们可以用很简单的处方来解决很重的一种病，好、哦，都可以，只要你用对，好、哦，这些都是这个处方哈、哦，这个都可以缓筋。好，那你说老师，我吃那个香蕉，
木瓜，木瓜都是中药啊。好，当然可以啊。好，好，这个不要去吃哈，不要神经病。好，接着下来呢，大家看阴湖散气，好，偏有大小，就是男人嘛哈，那个睾丸有大有小，就是时上时下跑来跑去。哎，蜘蛛散，这个蜘蛛呢，你不能随便去抓个蜘蛛来烤，没有用啊。好，它的一定要这个。这个一个房子哈，东南西北，好，要东南角这个做那个蜘蛛在结网的蜘蛛才有用，好，在别的地方，你看人家那个毛毛的蜘蛛，脚很长的都没有用，一定要脚很短的，身体很大的那种蜘蛛才有用，好，那你要抓一票来啊，把它烤成灰再吃，好，散气，那你如果说。那老师，我这个蜘蛛伞实在是难以下咽呢、啊。我看过用，我自己没有用，看过用，效果很好。那我们有没有别的好的处方？像这个蜘蛛好和那个桂枝好两个用在一起，有处方好。我们有两个处方，第一个处方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，就是防己黄芪汤。防己黄芪汤呢，好，这是睾丸里面是积水。睾丸那个亮晶晶的哈，那个水好像那个睾丸变成水泡一样，好，气球里面很多水膨起来，防己黄芪汤症。第二个呢，好是睾丸有散气的时候，我们用当归，好，四逆汤。我用这个当归四逆汤哈，光是用这个当归四逆汤做加减，临床上的时候看我们血癌的病人，红斑性狼疮的病人。尿毒的病人，好，都可以用这个处方来解决。好，那你如果说我们在当归四逆汤里面，我们加点梭沙，啊，梭沙的中药2000，生麻，过去呢南派喜欢用，哦，这个补中益气汤，哦，补中益气汤能够提升它的中气，其实就是我们靠这个生麻，好，生麻，那可以收提它。那你如果说你会针灸，好，针灸。那我们下针下大敦，好、哦、大敦穴，好、哦、隐白。你大敦穴在大拇指的旁边，脚的拇指旁边很痛啊。你一好砸对侧，如果是右边的睾丸那边散气坠下来，你就砸左边。那砸大敦，你一下就砸一痛啊，一痛就收起来了。好、哦，收起来。那有一种散气的袋，就是那个药那个设计好了哈。那散气袋下面有两个木头，那你可以病人一带起来就把那个散气顶进去，那你再吃这个药。好、哦，用当归四逆汤做加减，不用去抓蜘蛛了，吓死人了。好、哦，好、哦，那你因为我们现在我们要对病人要老实啊，要一定要告知善尽告知的义务，这是法规嘛。好、哦，来跟病人说，我这是蜘蛛，把他吓死了，对吧？好、哦，又讲也讲不出口，好、哦，这也不需要。好、哦，接着下来呢，大家看这个虫。蛔虫、蛲虫啊，肚子里面有寄生虫，这个几个条件很简单的一个，我们如何知道病人有虫？诊断的方式好，有人肚子痛有虫，你从脉上面如何看？这是第一个他的发问呢、啊？是张仲女士说了，肚子痛，这个肚子里面痛，脉应该是沉若悬，因为在里面嘛，病在里面，对不对？沉是不是病在里，悬是比较寒，好。结果这个脉反而宏大，这我们就可以知道有蛲虫、蛔虫在身上，啊、哦，所以虫的脉呢，脉是大的，好、哦，肚子痛脉大，啊、哦，一般的你做小健中汤症或者怎么样，那脉都很小，啊、哦，蛲虫之为病呢，令人吐也，嘴巴呢吐口水，心痛就是胃痛，好、哦，发作有时，毒药不止者，甘草粉蜜汤，这个甘草粉蜜汤是比乌梅丸更上一层，在经方里面呢。最强的打虫药就是现在介绍的甘草粉蜜汤。好，那这个虫在肚子里面，过去呢我们有很多像用稀粉、用雷丸，好，还有一些死菌子，这些都是打虫的药。那我们经方在伤寒论我们介绍有乌梅丸，好，那个由虫从嘴巴里面吐出来，有吐虫，好，我都看过，哦，病人吐出来白白一条一条的小小的哈。啊，一口就是一吐就是虫出来，好，你看得很恶心啊。他如果是吐虫了怎么办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你还假装的不动声色，对吧？好。